分你一半，咱们一起吃。您是怎么知道这家店的呀？这家老板祖籍是柳州，我之前在广西的时候就认识他。您还去过广西啊？那那边的螺蛳粉是不是更加地道？说心里话，现在的味道不如柳州，可能是水土的原因吧。你看这个汤底就不行。真可惜，我也好想到柳州本地去尝尝那边的螺蛳粉。不对啊，你这么喜欢螺蛳粉，那为什么顾蓉连什么是螺蛳粉都不知道啊？可能他不喜欢这个味道。你问过他了？您没问过他，您怎么知道他不喜欢？我不想把我的喜好强加给他，我想给他的是最好的，继承集团就是他最好的选择。哎呦，可就是好，您也不能逼迫他呀。再说了，他也没说不继承吧。哦，他跟你说过这种话吗？嗯，他一会儿过来吗？他静静，我回武馆了，你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？不来了，不给你们吵架的机会。哦，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就是缺乏沟通，彼此内心的想法彼此都不清楚，谁也不服谁。顾蓉刚到我家的时候也是傲娇的很，臭讲究一大堆，但现在呢都可以跟我爸一起修理沙发了。所以我觉得顾蓉她也不是那么固执的人，她心里不愿意的肯定有她自己的理由，你们两个或许只需要好好坐下来聊一聊。再说了，您是顾蓉的亲爷爷嘛，是亲的吧？亲的呀。那就对了嘛，实在不行您请他吃一碗螺蛳粉。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是螺蛳粉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如果有那就给他加两个鸭脚或者加一碗螺肉，他一定会懂的。好，老板。哎，我那一份打包。哎，好嘞。好，谢谢。慢点啊，钱转您微信上了哈。好，爷爷下次见。哦，这个小姑娘有点意思，难怪我家顾蓉会这么喜欢她。哎，老了，想不到从小看着顾蓉长大的我竟然不如她了解我这个孙子。